每日摘要，2024年2月23日，有关加密、流媒体、技术、政治、娱乐圈、人工智能、健康和环境的新闻。英格兰法律委员会寻求对立法草案的看法，已将加密货币标记为财产。南非开始在 stablecoin 制度上工作，将从考虑用力开始。法兰克福主持新的欧盟洗钱看门狗，负责监视加密货币。普京在拜登的疯狂哭泣言论中说，说明了为什么他比美国总统更可取。拜登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比诸如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 这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还糟。彭博评论说，不要买普京的虚张声势，西方可以超越他。PodcastSwap 在链条订单上完全分散了，在 DeFi 中设置了新标准。安德森·霍洛维茨 Andreessen Horowitz 投资了1亿美元的 S-Restacked 平台 EigenLayer。Ripple 的首席执行官支持 XRP ETF， 说他们将当然受到欢迎。FTC slams Everest 以1650万美元的罚款，用于出售用户的浏览数据。在娜塔莉·洛伊索 Natalie Loiso 的手机和另一个 Map 的手机中检测到的 Pegasus 间谍软件。在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说，他相信色情公司不会泄露访问色情网站的加拿大人的数字 ID， 而粗略网站不需要加拿大人的信息。Apple 设备很容易通过快捷方式应用程序泄露隐私，用户敦促更新。网络犯罪分子为网络攻击的开源 Snake 工具武器。俄罗斯政府软件是部署 ConnyRed 恶意软件。梅德韦杰夫评论说，俄罗斯不太可能将其冷冻资产恢复，而西方不能拿走俄罗斯资产，因为它没有正式战争。克里姆林宫说，两个月前，如果没收俄罗斯资产，它将扣押西方资产清单。在法国，达迪要求将埃菲尔铁塔归为历史纪念碑。TASS 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长土耳其讨论了能源项目，而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土耳其外交大臣在 G20 上讨论了加沙。土耳其消息人士说，阿联酋、欧亚经济联盟可能会在2024年缔结自由贸易区协议。尽管贸易交易谈判发生了故障，但加拿大仍将批准英国加入 CPTPP。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 出演亚历杭德罗 G 伊娜 Alejandra Inai Ritu 的下一部电影，在华纳兄弟 Warner Bros 和传奇电影中，泰勒·佩里 Tyler Perry 在看到 OpenAI 的 Sora 之后，将8亿美元的工作室扩张搁置，工作将会丢失。A24 的动作惊悚片《内战》，由科斯滕·邓斯特 Kirsten Dunst 主演，在 SXSW 首映。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制造的精子中发现了对不育夫妇的突破。自1972年以来，美国建造的航天器首次登陆月球。古代火星可能有水热系统。法国说，俄罗斯威胁要在特别是侵略性的黑海交换中降低间谍飞机。普京在选举前向西方发出艰难的信息，在和轰炸机中飞行。拉脱维亚成为第一个从俄罗斯、白俄罗斯禁止进口谷物的欧盟国家。Suzum Say， 您的名字制作人 Koichiro Ito 因征求儿童色情制品而被捕。丹尼尔·阿尔维斯 Daniel Alves 因强奸被判处4年6个月的徒刑。另一滴在 AI 的海洋中 ，ByteDance SDXL Lightning Stats Lightning 是图像生成模型的闪电般的文本，它可以通过几个步骤生成高质量的 1024px 图像。它的模型从稳定性、稳定、扩散 XL Base 负 1.0 中蒸馏出来。该存储库包含一步、二步、四步和八步蒸馏型的检查点，它提供完整的 Anet 和 Laura 检查点。联合国小组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妇女的性侵犯的主张是可信的。以色列广播了乌克兰难民的图像，以说明非地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欧盟说，卢拉不想与纳粹进行比较。BitKey 正在发布为硬件设备、移动应用程序和 BitKey 背后的代码，以及硬件的电器设计。大约两个月前，杰克·多尔西 Jack Dorsey 的街区比特基比特币钱包 BitKey Bitcoin Wallet 在95多个国家、地区上市。在安全漏洞之后， DeFi 平台蓝莓停止了贷款操作。 Reddit 现在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比特币、以太坊和多边形。创作者丹·哈蒙 Dan Harmon 说，社区电影剧本几乎完成了。真正的侦探与伊萨·洛佩斯 ISOR PASS
掌舵更新了第五季。Prime Video 公布了《男孩4》的首映日期，将于今年6月首次亮相。圣地亚哥动物园可能是美国第一个再次从中国获得熊猫。吉尼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狗，在调查中被剥夺了头衔。在美国，有14人被指控犯有联邦狗斗罪，在三个州逮捕行动中。国会议员说，摩尔多瓦的 Transnistria 可能要求俄罗斯吞并。乌克兰英特尔认为未经证实。X 取消了媒体说与印度农民抗议活动有关的账户。波兰农民的抗议活动可能受俄罗斯特工的影响，外交部在 Proputin Banner 之后说。2023财政年度，虚假索赔法案和解和判决超过 26.8 亿美元。国税局负责人说，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税收高达1500亿美元。四天的一周是永久性的，对于大多数英国在世界上最大的试验中。扎塔姆之家 Chatham House 评论为中国的人民人陷阱，经济需要较弱的货币，但北京无法采取行动。我们要对500个俄罗斯的目标施加制裁，以标记乌克兰战争周年纪念日。特遣部队 Clap to Capture 宣布在非法入侵乌克兰第二周年之前，新指控、逮捕和没收程序，因为美国寻求没收250万美元的豪华物业，进行两次逮捕，并指控两次受制裁的寡头批准，并确保有罪的罪恶制诉讼在大量的洗钱案中。福克斯报道说， Zelensky 告诉 Brad Baier 资助乌克兰是关于道德，而不是经济学。福克斯与 Zelensky 的采访，来自战争前线的 Brad Baier。国防部长宣布，西班牙当局不知道库兹米诺夫飞行员的在场。莫斯科雇佣枪手谋杀俄罗斯叛逃者，西班牙英特尔说。研究表明，抑郁症状是多动症与一天性的关键联系。研究发现，长时间的互联性脑雾可能是由于血液漏水到脑屏障。研究说，金枪鱼的汞含量几乎保持不变。据报道， Google 是 Reddit 每年6000万美元的 AI 内容许可客户。首席执行官说， Vice 将停止在 Vice.com 上出版，并裁员数百名员工。Tumblr 首席执行官与 Trans 用户公开掌握账户禁令，在此过程中揭示了私人账户名称。研究说，阿根廷的贫困率达到 57.4%， 达到20年。3450万俄罗斯人已有60岁以上，宣布俄罗斯副总理。大众正在召回26万1000辆汽车来解决泵问题，该泵问题可以使燃油泄漏并增加火灾风险。Toyota 由于向前爬行的传输问题召回了28万辆汽车。现代在12月发射 IONIQ 9。少数 Apple Vision Pro 单元在该拨片中产生相同的裂缝。苹果的第一个可折叠设备不会是 iPhone， 例如供应链来源。公司说，由软件更新引起的 AT&T 中断。通用汽车提起旧金山起诉，寻求 1.21 亿美元的扣税罚款。美国立法者敦促大众退出新疆行动。梅赛德斯本兹延迟电气化目标，牛肉燃烧发动机阵容。英国退出条约，该条约使化石燃料公司起诉政府对气候政策。西门子的老板要求欧盟行动，以抵御廉价中国风力的进口。由于大风，一些国际航班超过800英里每小时，一架航班提前将近一个小时。索尼计划在2024年添加与 PC 的 PSVR 兼容性。索尼的 PlayStation 网络介绍了 Passkeys。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声称，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用他的金运动鞋赢得了黑人选民。纽约时报是肮脏的帕斯奎恩·阿姆洛回应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将他的孩子与贩毒有关。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从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的辩论中撤回。拜登说，阿拉巴马州 IVF 裁决是令人发指的，特朗普吹捧堕胎倒退，但躲避提供具体细节。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警告阿拉巴马州 IVF 裁定后的结局是下一个。计划生育要求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宣布堕胎。 Google 暂停了 Gemini 在反对反弹之后为人们提供的图像工具。 FCC 是广播公司公开比赛和所有员工的性别计分卡。另一滴在 AI 的海洋中， bulletins SDXL Lightning STS Lightning 是图像生成模型的闪电般的文本，它可以通过几个步骤生成高质量的 1024px 图像。它的模型从稳定性、稳定、扩散 XLBase 负 1.0 中蒸馏出来，该存储库包含一部、二部、
四部和八部蒸馏型的检查点，它提供完整的 Annette 和 Laura 检查点。CISA 的网络安全警报和咨询， CISA 已称赞 WS203VICM E-Circuit ZIC 插件30电器排放机释放三个工业控制系统咨询。CISA 使用 Cisco ASA 和 FDD 信息披露漏洞以及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Privilege 升级漏洞，添加了两个已知的被剥削漏洞。Most traded stocks of the day, February 23, 2024, Japan, NTT, Otsu, TEPCO, Mitsubishi UFJ, Hong Kong, CTC, China Tower, BOC, ICC, UK, Lloyds, Vodafone, Barclays, BP, USA, AMD, Tesla, Nvidia, Tesla. Global top selling and top played games across Steam, top 100 products by revenue for Tuesday, February 6, 2024.Tuesday, February 13, 2024, Held Evers TM2. Counter-Strike 2. PUBG, Battlegrounds. Enshrouded.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Apps, iPhone February 23, 2024, Apple Sports. Temu,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Threads, an Instagram app. Top 8 Apps, Shadow Rocket. Hot Schedules. The Wonder Weeks, Procreate Pocket. Top Grossing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February 23, 2024, Monopoly Go. Royal Match. Candy Crush Saga. Top free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Temu,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TikTok. WhatsApp Messenger. Top free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23, 2024, Monopoly Go. NBA Infinite. Royal Match. Roblox. Top grossing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Google One. TikTok.Disney Plus, Max, Stream HBO, TV, and Movies. February 23, 2024, Apple App Store Top Paid Games on iPhone, Minecraft, Geometry Dash, Bloons TD6,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Games, Block Blast, Monopoly Go, Wood Nuts and Bolts Puzzle, Top Movi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23, 2024, Wonka,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The Beekeeper,Oppenheimer.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February 12, February 18, 2024.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watched TV in English. One Day, Limited Series. Love is Blind, Season 6. Griselda, Limited Series.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viewed TV, non-English. A Killer Paradox, Season 1. House of Ninjas, Season 1. Good Morning, Veronica, Season 3.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February 12, February 18,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in English. Players. Lover, Stalker, Killer. Despicable Me 3.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non-English. The Abyss. Ashes. Kill Me If You Dare. Amazon bestsellers in Prime Video, USA, February 23, 2024, Anyone But You. The Hunger Games, 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Bonus X-ray edition. Oppenheimer. The Beekeeper. Amazon bestsellers in songs, USA, February 23, 2024, The Serpent and the King, Judas Priest. Texas Hold'em Explicit, Beyoncé. Watch Me Gone, Mark Knopfler. Waiting on a Twist of Fate, Sum 41. Apple Music Top Songs February 23, 2024, Carnival, Yen Dollar Sign, Kanye West, Ty Dolla Sign.Texas Hold'em, Beyoncé, Whatever She Wants, Bryson Tiller, Redrum, 21 Savage. YouTube Music Charts, Global Weekly Top Songs, February 9, February 15, 2024. La Diabla, Javi, Kirky Meditapeti, Shri Krishna and Sahithi Jaganti, Jail 2, Shiva Chowdhury, Bilakia, Peso Pluma and Anita, Terry Botton Mine Isa Uljhajaya, Raghavand Tanishq Bakhchi and Aziz Kar.